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香港智业奥运站的艾莉。今天呢，我会介绍一个奥运站临海的屋苑给大家，它就是浪城湾。今天我们来参观一个浪城湾的两房单位。浪城湾的两房单位属于房大厅大，非常的实用，而且方正。我们现在先来参观一下厨房。我们来参观一下客厅，在客厅还可以看到美丽的海景。我们来参观一下洗手间。接下来我们参观一下主人房。主人房呢是比较大的。我们摆一张双人床，可以三边落到床，而且还可以摆一个大衣柜。我们再来参观一下客房。嗨，参观完单位了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络我，谢谢，拜拜。